这是豫章王府，你们竟敢带兵来！豫章王府又如何？难不成这里头的人就可以不听皇帝宣旨？皇帝有旨，宣豫章王妃入宫。赵令何在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管得着吗？快请豫章王妃出来！没有赵令，我们的王妃哪儿都不去。放肆！你们，这是要抗命啊！来呀！ 他们全部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住手！让我入宫，何须这么大阵仗？ 我若不去，你们会不会把我这豫章王府给拆了？拜见王妃。如此嚣张，你们奉何人之命？皇帝亲自下的口谕，宣豫章王妃前去入宫。皇帝重病，且神志不清，他如何下这口谕？究竟为何？王妃进了宫便可知晓。况且你的父兄和家人。 也都在宫里，王妃总要为他们考虑考虑。圣意难违，若是王妃执意不去，那小的只好命人将你抬进宫了。放肆！想带我们王妃走，先问问我们将士同不同意。慢，我跟你走。 王妃，王妃果然是聪明之人。宋将军，王妃，你怎么能答应跟他们去？你不能去啊！他们现在人多势众，就算我们的将士拼死一搏，也很难挡住他们。我不想有无谓的牺牲。就算我们全军覆没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带你走的。禁军出动。 宫中恐怕有很大的变动，更何况我的家人确实都在宫中。可是，如果大王他会明白，时间紧迫，你想尽办法给大王带信，还有府中的安全，就全拜托你了。照顾好玉秀。 王妃醒，慢，皇帝有旨，只宣王妃一人入宫。王妃，我们走。